手艺人大会，一个聚焦手艺人的竞技舞台，一场关注技能的巅峰对决。你可能还记得去年的50位发型师，他们用剪刀在一开一合之间塑造无限可能。哇，直接剃啊！太厉害了！最终，专注barber的陈荣浩当之无愧拿下冠军。恭喜！希望更多人了解我们专业做男士发型的barber们。 手艺人大会第2季全新升级，有请100位手艺人入场。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化妆师，厉害的人真的非常多。哇，好大，真高级呀！这个景好像魔法学院，很壮观。 百花齐放，众神云集的感觉。欢迎来到《彩色的荣耀》手艺人大会第2季，我是主持人依依，欢迎各位。在上一季的节目当中，我们聚焦了发艺，我们共商头等大事。50位发型师用他们自己的剪刀，在一开一合之间塑造了无限的可能。本季我们将要为各位诠释的职业是化妆师。 让我们掌声有请4位美丽发起人，共同见证你们的荣耀。大家好，我是张雨绮，我是演员林允。哇，真的，我说我们中国的美妆界已经有这么多人了吗？真的太是勃勃生机，太厉害了。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更多女生带来更多更好的变美技巧。 大家好，我是唱跳歌手孟佳，我也是过来跟手艺人们一起学习一下。大家好，我是服装品牌的主理人，当然也是美妆品牌的创始人庄青。美丽无需定义，做荣耀的自己。本节目由中免日上 APP 独家美丽冠名播出，全球正品美妆，随时中免日上。 这个月也是我们美丽发起人林允的生日。我平时呢也会在社交平台账号发布美妆视频，然后也非常期待在这个节目中能给我们带来更多、更美、更好的化妆小技巧。嗯，那大家知道吗？林允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我们中免日上彩色的荣耀美丽推荐官。作为美丽推荐官，有什么样的福利可以提前给到大家？ 对，当当当当，这是我给大家带的礼物。我给每个选手都送上一张这个中免日上的美丽家会员卡。在中免日上，我们不仅可以买到全球正品的彩妆、护肤，还有美酒、包包、手表、饰品等保健品哦。然后都是超级好物，超级划算。Very 的谢谢，我们也有吗？啊，我们都有，大家都有，都有，放心。 我们的4位美丽发起人在本场考核中，各自邀请到了一位在行业内非常顶级的大拿，对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评判。大家好，我是陈敏正，非常高兴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希望在这里看见精彩的你们。 每一个人，我希望今天发挥的是最好的。特别开心能够来到这儿，跟大家一起就是见证美丽的时刻。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彩色的荣耀》手艺人大会第2季的首场考核，100人抢位赛。 来喽！考核规则是：主题不限，哇哦，用时不限。本场考核只有48个晋级名额。什么？啊？好多，大一半。本场的48个晋级名额将平均分配到4个考核间。 你们将通过层层比拼，决出一位最强化妆师。将签约成为中缅日上年度美妆大使。100人抢位赛即将开始，100位化妆师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首场考核，100人抢位赛开始。来吧，宝贝，开始吧，加油！救命，真的是。 四位美丽发起人和行业大拿老师将要前往你们的美丽考核间进行准备。我是今天的美丽考核间的助理官黄新纯，我是美丽考核间的助理官张家元，我是杰妮。简单说明一下考核规则：100名手艺人正在100人赛场完成他们的妆容作品。当听到叮咚的时候，就说明有人完成了。 他们呢就会带着自己的美妆作品进入到这个装置的后面。他们有30秒的时间来阐述自己的作品。等他说完了以后，你可以按下桌上的那个按钮，开启我们的美丽时刻。哦。晋级的人，我们就会发我们的这个手艺人徽章。100位选手，他们的资料全部都在这里。哦。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选手选择咱们房间？是啊。 给咱们一些惊喜，还是给咱们一些惊吓？拭目以待，拭目以待。加油！救命，真的是。鼻梁的地方打亮色，然后是鼻两侧给它打阴影。你今天脸上抹东西了？怎么不服帖啊？姐，啊，有粉扑吗？有啊，怎么了？借用一下粉扑。求我。 哎，我搜索一下，我看看有什么东西啊，我看看。你要干嘛？哎，这里面是什么呀？你要干粉的粉扑吗？这个东西，我。哦。我想第一个画完过去。不要第一个。啊？为什么？一个房间只有12个名额，就想一想，第一个会给吗？我觉得画的快一点会更好。晚了就那个。就竞争更激烈。 12号手艺人完成作品。啊，这么快吗？为什么？啊！请12号手艺人前往考核间。这是人的速度啊！他是有8只手吗？大家好，我叫杜向宇，来自中国台湾。 我是一名竞赛彩妆师，从业大概9年，比赛也拿到了一些成绩，就是我比了30场赛，很幸运的拿到了29个冠军。那拿到冠军之后，我也开始陆续的带学生去比赛，然后成为了中国队的指导教练。作为一个竞赛彩妆师啊，你从业的过程当中的高光时刻是什么？站在了国际的舞台上，代表中国获得亚洲区的冠军。 有声音，哎，哦，哎，是我们的吗？欢迎光临，请进。是我们。欢迎我们第一位手艺人进入我们的考核间。哦，快！哇，好激动！ 老师好，我叫杜向宇，来自中国台湾，今年24岁，然后是一名竞赛彩妆师，有多年的竞赛经验，然后比了30场赛，拿了29场冠军，然后这一次也是带来了我非常擅长的一个作品，对，也是竞赛类型的。那我们有请美丽发起人孟佳揭晓美丽时刻，请按键。 很惊艳，的确是有被惊艳到。你可以介绍一下？这次我走的风格是想要中西合并的那种感觉，因为我很喜欢中式审美，走一种新中式的感觉。眼妆下面有一个红点以及大红唇，就是想掺杂一下中式跟西式这两个合并的感觉，所以我才会选用红色啊，搭配一个很壮的蓝色、黄色、绿色，全部加上去就变成彩色的荣耀。哇，点题了，哇，哎呦，哇，彩色荣耀，果然冠军发言是不一样啊。嗯，对。 我第一次真实看到这样的妆，我一般都是在网络上看到，所以我有个好奇的点，为什么你的阴影是会用红棕色的来打呀？就比如说它的发际线部分跟它的颧骨的部分，就渐变了嘛？对，走一种渐变的感觉，就是我比较想要衔接一下眼妆这部分的颜色，对，红。 哦，它也是为了整体的一个映衬啊。我觉得整个的化妆，其实从用色来说啊，从对称感，我觉得你画的不错。因为毕竟你是一个学科就是这个，所以有些是信手拈来的一件事，并不对你来并不复杂。我会给你提几个建议啊，因为你的上面的颜色已经非常非常绚丽了，反而显得眉毛有点短促哦啊，所以你会让你整个眼距会拉近。 其实眉头的部分呢，反而要浅淡一些。那其实应该让眉毛更开一点。这人一舒展，它就有优雅。还有一个，如果你画下红唇，一定要先用唇线勾勒完整，也一定要更饱满。你现在是它这个下唇就是一边低一边高，而你的这件衣服非常夸张。这件衣服非常夸张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个东西要稳住这件衣服。 如果用大红，要选更深的红哑光，相当于什么？你整个都是很闪亮的，你需要用一个哑光来让它看起来更闪亮。我觉得你应该选色上在日后要注意，在小细节上要特别注意。好的，作为一个专业的化妆师，你应该游刃有余的去驾驭各种形式的效果。我觉得这对你可能是更好的调整。好穿衣服，我觉得我来这。 不管有没有被淘汰，我真的觉得很想，有没有付款嘛？我感觉我上了一课。东庭老师说的这些，确实就是我很需要去改变的地方。好，那我们一起给出一个结果。我觉得可以通过。嗯，这基本功很好。对他的技术。而且我更期待你下一场。 对，看到了这个效果。好，那恭喜我们杜项羽成功晋级，通过。谢谢老师，请美丽发起人孟佳为他送上象征着荣耀的手艺人徽章，这个送给冠军的彩色的荣耀。谢谢老师，嗯，谢谢，谢谢，恭喜恭喜。下一个比赛，就是我会想要挑战不一样的东西，想要用老师的方式来做一下更改，想画出不一样的作品。 我看竞赛类的也是很夸张的，就像你在台上去你跳 breaking， 就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哇好厉害，是技术，咔咔转，咔咔旋儿，大活，咔咔旋儿。我期待后面带来更精彩的手艺人，手艺人，真的。我来了。12号手艺人通过考核，孟佳考核间晋级艺人。 通过考核了啊！这就是那个台湾小哥，有点老气。哦，好看。哎，还可以。哎呦，这不错呀！嘿，我每次化妆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大师。到位。25号手艺人完成作品啊！太快了吧！哇，这么快，嘎快！ 请25号手艺人前往考核间。他去了，他带着自信的步伐走了。哦天哪，我要加快了！他们画的啥妆容这么快？我连底都还没打呢。哎，来了！ 有人来了，我们的第1位手艺人，期待，好期待。Hello， 你好，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叫韩晶晶，我自称为学院派化妆师，然后我现在博士在读。对。哦、我从业大概15年左右，我觉得学院派化妆师它更多的是较强的美术功底、较强的理论知识。比如说，我们讲一些20、30年代的盖茨比的风格或者 Art Deco 的风格，然后50、60年代像玛丽莲梦露这些的，然后70、80年代 Disco 的这种造型等等，这是我们就是上学的时候会学到一个很强的一个理论支撑。这次来参加这个比赛的话，你能够就是走到第几轮？争取走进最后一轮。Cool， 真厉害。传统意义上，大家都觉得学院派只会理论不会实践，所以这次来我也想证明一下，学院派也是有实力的。今天带来这个妆容主题呢，我先介绍一下，我的灵感来源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篇13年的国外的一个沃格杂志的报道，它是关于传统文化跟现代时尚结合的一个文章，然后引发了我一个思考，我说为什么我们中国戏曲的妆容不能跟时尚很好的一个结合呢？我就发现戏曲里边旦角的一个装扮跟我们时尚化妆里边的这个扮美的装扮是很相似的。然后这次化妆，我就提取了戏曲化妆里边的表现形式，通过不同面积的色彩的对比跟晕染，来表达整个妆容的韵律感。然后最后，我的服装选择了红跟黑两种颜色的碰撞，碰撞完之后来表达新传统的一种力量感。哦，综上所述，这是我今天带来的作品的主题，叫做新传统 （New Traditional）。哇，表达也很棒。好期待，好期待。谢谢，来吧，非常期待她的美丽时刻。啊！哇！这脸部我用了很多那种点的方式，然后增加一点肌理感。李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说吧。我就是大胆评价一下啊，就是像你说的，就是我觉得你的设计思路非常好。方向也非常清晰，然后也把那个中国传统跟时尚的碰撞，我觉得体现出来了。但在我这儿来看，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知识比较强，但是手底的功夫还差一些。可能最需要强化的是你这些红色的圆点。当大明远之后，你一定要把层次感画出来。有层次感，它就有柔和的感觉。除非还有另外表现，就是色块。但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处理刚好卡在这个中间，深的地方还没不够深，浅的地方又不够浅，理解了吧？京剧那么大比例的红晕，它真的都是一个散开的感觉，哦、是不是？感觉像一个石子投到了水中央。对对，散开。真的不理解，没太懂。每个人看的东西，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他的理念也是不一样的，我不会去争论。接下来，两位老师要给出你们的决定，是晋级还是淘汰呢？那我们就暂时，1、2、3，你说吧。你说，我感觉你俩特有默契。这样吧，就是你们可以拿着这个，如果觉得他没有办法顺利晋级，就可以把它合上。我觉得你真的有特别棒的理论支持，然后也这么热爱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我希望真的有一天，你可以把化妆的功底练得更好的时候，真的把我们中国文化进行海外输出。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所以，抱歉，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环节。谢谢晶晶，谢谢，加油，也谢谢我们的模特小姐姐，谢谢你，拜拜。在现场，你刚刚提出了想要证明学院派也是有实力的，那您这次您认为自己做到了吗？应该没有，如果我晋级才能做到。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它可能让你觉得，哦，你好像跟别人还是有差距的，25号手艺人考核失败。这好丢人啊！直接就这么播出来的吗？我第一个失败的。我天哪！这公布的呀！这公布的呀！对呀！哇！不对，这我害怕，我紧张啊！我也选了凌云老师。请6号手艺人前往考核间。哦，安然，那个洛丽塔大佬，公主加油！公主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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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挺期待她的种种。 就是一个是在洛丽塔这个分类，一个算是一个小众分类的代表选手，板级大神。他之前有很多的作品都是很出彩、很漂亮的。我是谢安然，我很喜欢洛丽塔，做洛丽塔大概9年左右了。洛丽塔她外表看起来非常的粉嫩。 蓬蓬裙有很多的蕾丝，很多甜美的元素，看起来就是像一个小公主，但它的内核其实是一种反叛精神。穿洛丽塔的这些群体，这些女孩她们都很勇敢，对她们而言，这种服饰文化它不是一种哗众取宠的存在，它就是一件常服。她们在真正意义上在做自己，它的要点就在于你不要被定义。 那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这个选手资料吧。好像就是没有人来我们屋玩。这屋风水特别好，我进来吧。哎，哦，哎，已经有人进来了。对。 欢迎我们的第1位手艺人进入考核间。老师们好，我是谢安然。我接下来给老师们介绍的这个作品叫做《不被定义的公主》。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我要看看你说的公主是什么样子。来，哇哦，哦，哇哦。 这个作品叫做《不被定义的公主》。就是那种洛丽塔的那种。啊，老师，你知道洛丽塔？呢，果然是时髦的大魔王，真的名不虚传，太潮了啊哈！因为她今天穿着的是中华风洛丽塔，所以说我给她相应的盘了一个古风的，就是有很多发髻的造型。 然后我在她的额头上还有脸边上都贴了很多的宝石和花钿作为点缀，是红和金色的一个配色，就真的很中国，真的红金，而且就是整个妆容的这个协调度啊和整个的这个服装非常的契合，我觉得蛮不错的。其实我觉得你这个还蛮有自己的想法，尤其你讲的这个花钿呀，还有一些中国的这个洛丽塔的这个，其实我是蛮赞同的，因为其实我很少看到中国的洛丽塔，我觉得还是蛮新颖的一个点。 你是从小就会喜欢洛丽塔的这种？对，我从15年的那一年的时候开始，我就穿洛丽塔，我每天穿着它上课、工作、跟朋友出去玩。我每一天，我不穿就是我这种日常的衣服，我每天穿着洛丽塔，我把我的全身心都投入在了洛丽塔的上面。因为我本来是美术生，但是后来学了摄影，学了摄影之后，最后成为了模特。 成为模特，那我要拍好模特图，我得会化妆，得会做造型，我得会就是服装搭配，我得会就是说去置景，去寻找场地，我还得会后期修图，我还得会剪视频、写文案，我得会很多，因为我要做好这件事情，我不能只做一件事。也是因为有这么多长时间的积累，所以说我才能做出这样的造型。全能型人才啊！你除了画这种洛丽塔的这种。 妆容以外，你还会画其他的吗？会，我还会做一些就是汉服的妆面，然后还会就是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妆面。因为我自己以前很喜欢画漫画、画动画，所以我的就是想象力的话，就是会比较丰富一些。我喜欢在脸上画各种各样的东西。我就单看这个输出来讲的话，他是我想要找的人呢。是啊，这个输出真的是棒棒棒棒棒。没错，我不是光光来找一个纯的。 化妆师，我更需要找的是一个能够把好的化妆产品、好的妆容让更多人能知道的人。他的表达能力非常好，他输出很有意思，这是我想要的一个特质。来吧，恭喜谢安然，谢谢老师，得到了晋级的徽章。我真的好开心啊！一方面我拿到那个牌子很开心，就特别的开心。然后第二个的话，我就觉得我跟他们非常认真介绍洛丽塔文化风格的时候，他们也很喜欢，而且他们也有说被我的介绍所吸引到，洛丽塔文化能够被看见，就真的好感动，心里很感动。 哎，安然，我觉得你今天这个眼线画的挺好的，对于我们新手小白来说也是可以完全掌控的。其实我画日常的妆容不是很有自信，所以我平时的话会经常翻一些网上的那种教学视频啊之类的去看。在中美日上小程序的美妆社区，你有去过吗？你也去中美日上，老师啊？对，因为我之前在上面买过东西，也会看一下里面的一些视频，我觉得里面的一些小技巧啊什么的还挺实用的。那我回头一定多去再翻一翻，说不定这样对我的学习会更有帮助。 是。周扬青考核间6号手艺人通过考核。哦，安然，我就说吧，她妆造好精致啊！哇哦。请32号陈莹进入考核间。哎，有声音。是咱们的吗？应该是咱们的吗？我听着像。嗯。哎，那就是今天我们第一个人来。 欢迎第一位手艺人进入考核间，进来呗。还是隔壁？不是我们屋啊，应该是隔壁。真的？哎呦！你好，你好，你好。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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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为一时产生了幻觉。请自我介绍，并且阐述个人作品。我叫陈莹，是一名剧组化妆师。然后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 大海，好，那我们就为大家揭晓一下美丽时刻。嗯，想表现的是什么？ 想表现的是大海的包容度。嗯，我没有给我大海的感觉。你这个啊，命题应该改成一个阳光下我摘了眼镜。不是，这是一种新型的晒伤妆，我刚才在想说。为什么只做眼妆的突出呢？眼妆突出是因为我。 主要是想体现大海的那个颜色，然后她的眉毛是野生眉，就是我想体现是大海的那种有生命力，然后它们就相呼应。因为你的这个主题特别的雄伟，对，然后但是你表现的特别的壮阔，但是你这个东西在脸上呈现的是过于简单了，所以你就会让人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再就是这个眉啊，这个野生眉，你画的倒是真的是看着用功夫了，一笔一笔的在画它，但是它的基础方向，你在往下长的这个范畴之内画了很多往上挑的，你画的有点像京剧脸谱里的大花脸，我觉得这个吧是一个概念问题。再就是你的海滩，那你把整个的这个面。 做一半是人，一半是海，我觉得都行。就是这种立意和创意最后的完成度，我认为是不够。我的优势可能是基础比较扎实，我的劣势我是觉得我没有太多的创作能力，因为在剧组时间太长了，这种能力就被限制住了。你是剧组的化妆师，为什么画了9年了，现在在做？ 什么级别的化妆师？你是组长、副组长主盯主画，还是给他画的化妆师？我上一个电视剧是副画。副画，然后呢，自己说不想只做化妆机器，为什么那么想？因为我感觉在剧组化妆时间太长了，一般拍戏都2到3个月，可能3个月以上，然后每天就是重复妆容。 我感觉没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我就没有自己的灵魂感觉。我大部分的工作都是在剧组听从别人的安排，在剧组的话，不太适合一个化妆师的发展。我想做那种有自己想法、有可以自己创作的人。化妆不是机器，你像我，从79年到现在，已经将近50年的时间，每天在重复的这样做。但是我的作品，每一个作品都不同。对自己啊，不要有一种就是画几天我就画的没意思了。我就建议你啊，还是把心收回去，在摄制组里能天天的去化妆，能有戏拍，其实就已经足以很幸福了。那不是没有机会，还是你是没有那个手艺。 我觉得是这样的，创作类的这种职业吧，你一定要爱这个职业，不然的话你就会感觉到很疲惫。大多数像陈老师这种能坚持这么多年的，他不会觉得他自己是机器，他每次可能拿起这些东西、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觉得他兴奋和激动。如果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一直感觉到疲惫感了，那我觉得建议你就休息一段时间，对，或者重新找一个方向，看看走一走。就像我们当演员这，只要这个机器一开机，只要有灯光。 我就会来精神，这就是我热爱这个行业，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个东西要从你自己内心去自己思考一下，再历练一下吧。很抱歉，谢谢三位老师。我一直在接受他们给我的建议。我现在目标不明确的情况下，我确实是需要放空一段时间去寻找一下，把自己坚持的事情要做好就行了。 其实现在的这个妆造啊，关键上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更适宜人类眼睛的一个美丽度，它呢在美丽度上稍微欠缺了一点。我也是从最基础做起来的，当年的时候也开始每天在现场化妆啊，一点一滴的去积累，所以说知道这些手艺人特别的辛苦，特别的不容易。但是我要真的要觉得他们画不好的话，我还是淘汰的。 我们欢迎下一位手艺人进入考核区。各位老师好，我是85号，然后我的主题呢是小师弟。来吧，美丽时刻。让我们来揭晓美丽时刻。那我告诉你，我肉眼看上去这个妆现在还是很脏的。 让人肉眼上面是不舒服的状态。如果这个东西让我来看，我说这是不合格的。我叫网吧蒜，今天带来的作品是以梵高的《星月夜》为配色灵感的。首先，这个模特姐姐她的脸它是有一点点圆圆的，然后她是有一点点方方的脸。那么你只做了像上面眼部的渲染和她眉毛的这个长短度，都没有帮她把这个她的脸型修饰得很好，没有按照黄金切割的对于人类五官的描绘做。 更多的矫正化妆。Hello， 大家好，我叫小野依依，是一位美妆博主。眼部的妆容没有那么让我觉得一下子抓住，技术没有显得有更多的特长和特色，再接再厉。我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一种怒放的感觉。有点像发怒了的表情，是有怒，确实有怒。以前肯定小时候挺怒的，眉毛是遮的，我看看你遮的精致度来。哦，近景不可以，再历练一下。不行的，真的是不行，不行，确实不太行。我已经发现了，那些特别专业的化妆师啊，并没有选择咱们这。嗯，我还是希望能见到5号的话，5号选手应该还是有一番的可以看到。嗯。 张雨绮考核间，85号、72号、40号、94号手艺人考核失败。哇，张雨绮，哎，她挺严的耶。哦，我觉得导师好难琢磨呀。哦，这就是就要一个难测是吧？不可揣测。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主题蛮符合他们那个剧组的。他是不是专业化妆师？不知道。如果是的话，陈敏正老师肯定会对他要求很严的。 哇塞，这么严格的吗？好像还蛮严格的，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过的感觉。就陈老师，他是就是国家级的化妆师，非常非常的专业。我没有任何一点就是感觉胸无成竹的感觉。哇！你别急，我的雀斑点坏了。我一直以为我心理素质爆强，能帮我挤出油还是很少见的。我认真了。 不跟大家玩虚的，要经得住大众的4K， 你还要经得住评委的面对面检查。哎呀妈呀，我慌张了。没事啊，你放心吧，我画完之后肯定有事。要不要按好纠结啊？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小白话越剧团的一名从事戏曲人物造型的化妆师杨孙硕。手艺人大会，我的理解是，我要守住传统艺术的戏曲人。我也希望我能在这档节目里面去展示青年戏曲化妆师的技艺。陈明真老师好，张旭老师好，我是来自浙江小白话越剧团的一名戏曲化妆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环境式越剧《新龙门客栈》贾婷这样的一个角色的妆容造型。那就来吧，来吧，来，期待一下我们现在的美丽时刻。 期待一下我们现在的美丽时刻。哇！我被帅到了！被帅到了！真的好帅呀！比你帅多了，好吧？也不好意思啊。没事没事。真的就是有种心动的感觉。哇，你这个带的模特可能是现场模特最厉害的一位模特吧？ 好帅！好看。Hello， 大家好，我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青年演员、影派小生陈丽君。这是我们《新龙门客栈》中的贾婷的妆造，也是近段时间让更多人认识我的这个角色。 你勒头了吗？勒了。传统戏曲有的这些妆造的技艺，其实我在陈丽君的这个造型里面，我还是有所保留。比如说她的勒水纱，戏曲昆身这个行当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勒头、吊眉。它既有一个装饰性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矫正脸型的作用。对，它会显得头包脸，现在很流行的。特精致。 哎，我觉得越剧的妆饰很淡，我原来看京剧的妆饰很浓的，但是我没有今天觉得你的这个妆饰非常让我觉得过于的有色彩，它还挺像我们现代平时的妆的感觉。现在很多人或者对我们越剧了解比较少的，大家可能停留印象当中，这是红、白、黑这些对主要的表达色彩。但是我们越剧这个剧种很年轻，到现在才100多年，所以我作为小百花一个年轻剧团、一个有活力剧团的化妆师来。 我也想让大家看到，就是戏曲妆造还有当下不同的表达。我们传统戏曲可能红白黑的过渡会比较柔和，可能会比较平面，甚至会比较脸谱化一些。那么我们现在的表达可能更会加强人物个性。我们用了很多这些绵样的立体效果、雕塑的立体效果，包括一些非常有质感的色彩来表达。越剧吧，我很熟悉。 就是他把电影、电视、戏曲等不同的这种妆造方式，由兰陵老师把它从服装到化妆到妆面一起做了一些改变，眼睛也好，眼影也好，梳妆的方式，它是用一种现代的，就是你比如古装的年画呀、国画呀那种理念来打造他们的越剧妆。所以说，你看他的眼影描绘方式啊，逐渐一层一层的这种层层叠加在一起的柔和度。 改变的呢，就是非常美。我好想要同款，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妆面呢，其实呢，他要真是演出的话，我建议他的底色剃须部分应该再亮一点。你们特别调的颜色吗？是的，因为和平常演出不一样。和平常演出有不一样，因为我们这个剧的。 演绎的方式，环境发生了变化，我们叫环境式越剧，沉浸式吧？对，在那个环境里，演员的表演跟观众关系就可能比你今天还要近，所以我想增加一点真实感或者可触摸感，把近框式舞台远距离的这种，观演关系，我想做点调整。但如果这个妆一到舞台上来，我们可能又会进行一个对。 我觉得太棒了，太棒了，是吧？非常好，非常好，很荣幸，是我们的荣幸。我也想要，我也想画，我也想画，我也想画。但是呢，我想下一次的时候，你要是如果再画个女装，好不好？好，那我们下次期待女装。那咱们一起给来吧，一起。感觉像建模，你知道吗？特别神奇。谢谢老师，好，咱们一起合张影，好吧？来，我能够代表戏剧化妆师进到下一轮，还是有一点激动的。毕竟我们大部分的化妆师基本都是作为幕后的工作者，肯定会有紧张感的。但是我又不紧张，因为我旁边坐的是陈丽君。主要是从幕后走到了台前。 今天是你的舞台，所以说嘛，就是平时演出台上就你们的事情了，这次我要去面对观众了，所以我也紧张了呀。今天你是主演，平时都是像你这样子的幕后工作者送我们上场，今天难得我来陪你上场，好。其实我觉得演员和化妆师之间是相辅相成，是互相成就的。 我和杨孙硕，我们都是青年戏曲工作者，我们都是有自己的梦想和目标，我们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者和前行者。因为中国戏曲妆造也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美的直接体现，所以我们戏剧化妆师也是中国戏曲美的创作者、传承者。 在戏曲舞台上，戏曲化妆是人物塑造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很幸运，在我的艺术人生之路上，能够有像他这样优秀的艺术同行者。那我的老公姐会来吧？你期待的人会不会来呢？我今天到休息室，我就看到了他的名字，我一直在冲他笑。啊，你一直在冲他笑。 冲我笑，你在冲我笑。哎，你的老公姐应该就是化戏曲妆吧？戏曲妆会选我们吗？会吗？张雨绮考核间5号手艺人通过考核。太好看了，这应该的。这个确实是他不晋级都很难，这肯定得过的。我只能用力读着对白，读着你给我的伤害。 哎呦，要不要按啊？好纠结啊！我要不要摁了哟？发型里面看起来可以。我摁了吧，我摁了。哇，好平静！好平静！你平时有刷他视频？我刷过。来了，我开始了。大家好，大家好。 我是选手，好平静。哇，感觉来到了一个唱歌比赛的，而且这个出场好棒。老师们，你们好，我是一个非常热爱在网络上学习化妆小技巧的一个小女孩，好平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 网感小猫妆，喵！哦，你最拿手的，可以说是嘎嘎期待。对，哎呦，嘎嘎期待。好，那我们就有请我们的美丽发起人孟佳揭晓美丽时刻，请按键。哦 ，hello， 哇塞，这里好明亮啊！ 完了，下面坐的都是你的忠实观众。哎呀，有没有人和我躲猫猫呀？大家好，我是一个从业5年的搞笑博主，也是从业2年的美妆博主，嘿嘿。不得不说，我的作品为我带来了一些成绩，让我本来不是那么自信的一个小女孩，变成了一个自信的小女孩。 一开始是因为我身边很多人觉得我化妆很好，想让我教她，然后我就觉得如果 我只教一个人、2个人，我觉得这样资源利用没有到最大化。我其实应该拍视频发到网上，这样我可能同时可以有很多人，能够看到我的这个化妆的这种样子。哎，为什么你的凳子没有了呢？啊，因为我喜欢站着。哦，好。刚才喜欢飙高音嘛，我也喜欢这个。啊，把这气一下带起来。对，这样我们的呼吸道顺畅了，我们人生的道路也顺畅了。哦，还可以喝到鸡汤。但是做的时候双脚离地了，聪明的智商就又占领高地了。哇塞，你怎么好有实力啊！输给对手了。 介绍一下，介绍一下。我这张里面呢，就是这个我的眼线有点翘啊，张口就是喵喵喵。我的鼻子呢像个感叹号，一看就很有礼貌。我的睫毛分三根，表示我单身。我的嘴巴呢画的有点圆，就像佳姐一样甜。哦。旁边有说唱节目，马上给你下面。哎，你非常好，你的这个皮肤画得很均匀，而且没有那么假白，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那这个系列是连着，你脖子有画吗？有云有云，因为就是要那个连接，要衔接，就跟我们舞蹈动作一样，要有衔接。我们妆容这个颜色也是要有衔接。我们女孩平时把脸稍微画白一点啊，忘记画脖子了，哇！ 你整个人，你可能拍照看出来好像头悬空的一样，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tips， 就是面部和脖子的色差要衔接一下。你今天这个腮红其实跟我有一点点相似，就是很片式。这是有小心机，因为现在啊，我想要悄悄掀起一股中庭凹陷的这种潮流，面中凹陷，因为它可以让脸看起来更短，所以像小猫嘛。 像那种感觉，我其实害怕像这样的，博主肯定是有滤镜的关系，还有灯光的关系。就比如说他打个大圆灯放在那个手机或者相机前边的话，其实很明显会显得就是妆很好看，但是一出了那个灯光，对它就会变得要么就是阴影太重，要么就是。 一些所谓的网红妆容，它能在网络上走火跟红，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其实我说实话，网上看视频比我真的很难看出来说你的底妆好不好啊，或者是你的眼妆是否真的是这样。但是我现在这样看到，的确是真的，底妆打得真的很好。对。哎呦哎呦哎呦！所以我们的决定是通过，恭喜！ 大奖章来了！大奖章，恭喜我们好评镜成功晋级！恭喜你！好的，谢谢老师们，我还有一个买一送一的弟弟在后面。哦，真的！大家好，我是好无聊。垃圾袋吗？这是？拖拉机带着好无聊来了。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拖拉机妆容。OK， 请按键。 老师好，老师好，好帅！老师刚刚问拖拉机妆容其实是这个啦，我是拖着垃圾来的。哦，这个拖拉机。其实我今天这个妆容，其实想表达的意思是男生可以化妆的那种可能性。其实以前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自卑，然后我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以前呢，大概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就是我之前确实，你说这搁谁能自信啊？其实我后来我来到上海之后，去认识我姐之后嘛，然后我发现哦，你不是她亲弟啊？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弟。啊？啊，异父异母。明白了。当时是因为就是确实觉得不是很好看，后来我发现好像化完妆之后，我确实是能够有一些自信是出来的那种感觉。 就以前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男生化妆会比较娘一点，但是你现在看到互联网上很多，我觉得大家对男生的偏见好像没有那么明显了。其实，男生化妆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追求美的权利嘛，就不管是男生和女生。然后慢慢，其实在通过别人来去夸你的时候，就慢慢就自信，慢慢就有了。我觉得今天。 我对你的妆容的评价的话，我觉得就是底真的打得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斑对吧？对，我是真的有点太连到正中间了，应该其实就是散一点的。这个雀斑其实是西方比较喜欢的样子，对吧？你看那种白人小孩，他那种晒出这个斑哈，从小反出来那个，他们是满脸脖子上都有。就化雀斑妆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可能要化稍微的有一些参差，然后有一些，一个是距离要展开，还有一个面积要扩大，还有是要可能就比如说身上啊、脸上啊，包括下巴呀，都有一点点，因为它是一个看起来很自然的效果，对吧？这个我觉得可能会更有效。好，我们的决定是。 淘汰你，对，希望可以再继续多练习一下。谢谢。其实你真的很帅，素颜很帅，加油！你要画一男的，除非你画一个特别明显的，如果画那种日常妆这种，是看不太出来的。但男生头发决定一切。那个老师还剪头发呢。如果光是化妆的话。 如果没有一个好看的发型也是不行，或者光做一个好看的发型，没有妆也是不完整的。不得不说，那哥真的很牛，能剪头发的那个。我是个男孩子，你给不给我剪？完了，潘一达老师，呜呼，加油！不想了，这种肯定是进了。以后进的时候你可以笑，你可以盯着那个孟母家，你就盯着他笑。 OK， 我用我的眼睛盯着孟佳老师，给他放电。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哦，吓我一跳。是我。老师好，我是潘一达，是一名艺人化妆师，然后从事10年的工作经验，合作的艺人特别多，全是大帅哥，许光汉、于适、侯明昊、王鹤棣、张凌赫。 什么时候跟我合作一下，老师？什么时候跟我合作一下，老师？我这也很需要你。我继续努力，我继续努力。然后我看前面好多选手做的很靓丽，很丰富多彩。然后我今天就想着给老师们带了一个开胃前菜吧。好的。好喜欢，好喜欢，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男艺人的妆造，然后呢，平时红毯啊，然后录综艺的都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也是可以扛得住高清4K 镜头的。头发也是你对，头发也是，然后剪的头发做的造型，因为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完整一些。嗯，好专业。然后我还有一点点的设计，可能需要30秒的时间，然后从这个日常的工作当中。 2个改变，然后可以让它变成杂质一点的。哦，现在开始整活了，30秒变妆，荷尔蒙系列变得更拉满一些，不然确实有点淡。腮红，因为确实从视觉呈现上来讲，我这个可能不是特别吸眼球的。然后我想通过30秒的时间呢，向大家展示了一下，用一些小巧思，然后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然后衣服呢，带了个剪刀。 直接剪，你是连衣服都可以，衣服也可以。其实就想着氛围感稍微加一点点，可能整个状态就会有一点不一样吧。可以盯着孟佳，你就盯着他笑。嗯，好喜欢。嗯，刚刚完全不一样。刚刚是乖乖的小奶狗，现在是。 小狼狗，弹幕上全是想要小哥哥微信。真的，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变化大吗？啊，你能看到自己。我说他的眼神怎么那么坚定？原来后面有个镜子。平时可能还会脸再油一点，再湿一点，嗯，让他有一点运动过后那种状态。反正就是想展示的是一个氛围，我觉得氛围还是比较明显啊。一看就是那个内行的。 老师，其实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就是画男艺人和女艺人的区别，你觉得会在哪里？区别？从心理上讲，我觉得画女艺人呢，我更看重的是让女孩子开心；然后画男艺人呢，我是让男艺人的观众们开心。哦，当然，这是玩笑话，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可能是，棱角上的一个刻画。男艺人更重要的是克制，女艺人可以是放肆，因为你可以在女艺人身上玩一些不同的色彩，她可以。 传达各种各样的情绪跟风格，但男艺人其实是有点局限的。那你更愿意画男艺人还是画女艺人？哇，你这好像你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哦，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师。我非常，老师你比赛的时候我就想说，如果有我在，那不得了，因为我非常喜欢画女孩子，因为我觉得女生是一个很美的一个个体，像水一样。这个水呢是什么形状？你滴到什么颜色，那个水就变成什么颜色。你再滴一个，它又变了。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变幻的一个丰富的个体，所以我实际上是喜欢画女孩子。我们希望看到潘以达。 下一个女生的样子，对吧？真的，我下你给我在我的脸上，哎，在我的脸上也可以，那我也太荣幸了。你这个答案必须是通过。请您拿走你的彩色的荣耀。哎，很兴奋，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能帮孟佳老师画女团妆，那我真太好了，特别开心。因为孟佳老师自己化妆，然后她的技术也很好。如果说我能画的让孟佳老师满意的话，那我就圆满了。 请37号手艺人前往周扬青考核间。每一个房间都有不同的特点吧？对，大家擅长的和想要发掘的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不会都是自媒体的吧？来了，找咱俩吧。咱俩结果整一堆那个美妆博主。各位老师，大家好，然后我叫马科宇，平时在网络上面做一些自媒体啊，然后发一些什么在宿舍约妆日入多少多少的系列，然后比较受欢迎。好，那我先看妆容吧。好嘞。哇哦！我说实话，我觉得我看到你，我能想到这个妆是你画的，因为可以找到共同点。哦。我觉得这个鼻子啊，现在感觉鼻头真的很圆，有点滑稽了，说实话。 我是小安米，我是来自云南的一名旅拍化妆师。那么我今天就来带大家，去到我们的泉州看一下。除了脑袋上的这个塑料的这个假花，整个脸上没有一点是能看到我们民族的东西，全都是流行的一些网红的元素。不贴合你给我们表达的这个主题。大家好，我是林乐，一名美妆博主。 我今天画的是我最擅长的仿妆。哇哦！哦，虞书欣的仿妆，我觉得你更像的地方是在于你整体的妆造、你的氛围感，而不是单单你的妆容。我现在看够了那种就是网红妆了，我希望我出去看到的这些女孩，她每个人带着的妆都能代表她的个性，展现她自己独特的美，而不是都一样的一个大卧蚕，弄一堆那个假睫毛，然后下睫毛弄一堆，然后脸抹得特别白，然后抹一个再抹一个什么渐变唇，我就疯了。真的，我不要这样。周扬青考核间37号手艺人、87号手艺人、43号手艺人考核失败。 哎呦我天哪！但我觉得好像还行啊，这个我觉得也还行啊。那是不是因为近看不好啊？可能也跟自我表达也要有点关系。周扬青的还蛮严格的感觉。有请下一位手艺人。哎，已经有人进来了。对。哦，他就是自己的模特。哦，请开始你的介绍。 大家好，我是空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妆容，可以说是改变我人生的妆容。那我们请美丽发起人周扬青揭晓美丽时刻，请按键。哇，你好！哇哦，美女！你好，空空。你好，你好，周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她的妆面是非常好的，是非常好的，是的，它是一个欧美妆的效果，是看得出来，是吧？轻欧美的，然后就比较健康的那种感觉，颜色的搭配是很舒服的，挺高级的，我很喜欢你这个妆，谢谢。这个改变人生这个妆容是怎么来的？接下来我可能要为老师们展示我最特别，也是我曾经非常讨厌、想回避，但是现在却非常感恩的一个印记。所以我今天特地带了一个化妆这个卸妆棉过来。哦，你要卸妆吗？是的。啊，你光化好，然后这就卸了。对，所以那我就开始卸妆了。我要看你的小秘密。好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的脸上是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天生的胎记的。哦，胎记是。所以，在我学会化妆之前，我因为这个胎记，其实我会遭受歧视。甚至在我小的时候，因为我脸上有胎记，大家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大家会排挤我，他们可能会觉得有传染病很危险啊，所以小朋友都不跟我玩。这个天生的胎记对小时候的我来说影响非常的大，别人会因为你的胎记莫名其妙的讨厌你，或者是对你有一些刻板印象。我觉得上天在惩罚我，为什么这个胎记一定要长在我的身上？如果这个胎记不在我的脸上，会不会我的人生有所不同？所以到了大约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接触化妆了。我的手法很生疏，就感觉戴了个面具似的，特别假，涂特别白，然后画俩大卧蚕，就那样子。对于更早期的我来说，化妆其实可以让我有机会去变成另外一个角色，可以帮助我更好的去克服我原本内心的自卑。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化妆已经变成我的日常了。我觉得今天不管你晋级与否，我都想把这个掌声给你。谢谢，因为你敢于在现场这样卸妆，就说明此时此刻的你已经是自信的了，你不会困于这一点点小瑕疵。嗯，而且空空多棒啊！空空现在已经从19岁那个空空已经长成一个完全可以坦然面对一切，非常自信。你现在自信是刻在骨子里那种自信。嗯，而且我一点都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你的一个什么美貌上的障碍，我甚至觉得是你美貌上的一个特点。嗯，真的。对，所以到后面开始自己做博主，大家很爱看我去分享的一些遮瑕，然后还有化妆的一些内容。同时他们也会私信我，跟我说，他说非常谢谢你，空空姐姐，因为看了你的这个分享，所以我学会了，所以我就敢于去做自己的职业选择了，我就更有勇气了。所以这些事情都给我很大的触动，愿意让我去坚持分享这些可以帮助到大家的内容，这样子特别理解，而且赞同你这个化妆这件事情，就是为了能让自己自信。但是我们做自媒体的人，其实就是为了能够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去让更多的人去找到他们的自信。来吧，空空。嗯，恭喜！谢谢。希望你能够跟我们一起，让更多女孩还有男孩们变漂亮，然后找到他们的自信。谢谢，恭喜高高老师，谢谢春楠老师，谢谢。从19岁到现在也有10几年了，我不觉得她是忽然间一天，我就从一个很自卑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非常自信的一个大女人，是在这10年之中，慢慢的、一步步成长、一步步改变的。我觉得化妆是能让人即刻变得更美的一个过程，让我自己漂亮一点儿，自信一点儿，让人变得更自信，心情也会更好一些。化妆对我来说是不断寻找自我的一个过程，让我可以保护好自己的能量。还是希望每个女孩子能够勇敢的做自己，就是会觉得自己本身是有价值的，是值得被爱的。Take your makeup off, let your hair down, take a breath, look into the mirror at yourself. Don't you like you? 'Cause I like you.哇！看到别，这是什么妆？哎呀！想选谁？你。理由呢？我觉得他有什么？请11号手艺人前往凌云考核间。唐老师，在您认识这么多的艺人里面，我们云宝的手艺能够排进前几？前3。哇！前3里的第几？前3里的第1。哇！就是她的妆是多变的，会尝试不同色彩、不同风格的化妆，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厉害的。哎，来人了！有人来了！来，我们有请手艺人登场。好期待，好期待。你好，你好，好美。各位老师好，我跟以往的化妆手艺人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我是专攻于个人色彩的化妆师，我是来自吉林长春的薇薇，我是一个某知名连锁品牌照相馆的化妆师。我是75号选手希文，然后现在在职的是婚礼化妆师。我每次在给模特或者我的顾客在进行化妆之前呢，我都会给他进行一个简短的一个诊断，然后帮助他快速的了解自己适合的颜色。他是一个比较全面型的一个选手，就是一个人通过化妆以后让别人舒适，然后他自己也很舒服。那我觉得这是化妆的一个境界，我觉得他做到了。我今天的作品呢，就是能够让咱们证件照变得好看的一款妆容。我军训时候拍的那张证件照，黢黑。我觉得作为证件照的话，重点就是要去修饰立体度，然后还有一些有沟壑的地方变得平整一点。这样的话，我觉得上镜才会好看。这种妆就很考验你能不能在一个悄无声息的过程中把这个人大变活人。我觉得他对眉、眼、唇的刻画都是很到位的。我画过无数种风格的新娘，但是这个是我心目中的白月光。我从小时候看到妈妈、小姨她们的照片，我当时觉得，哇，那个时候的新娘就是好漂亮，因为那个时候的妆和整个色彩都是非常大胆的。好美呀！忍不住为你鼓掌。一个很棒化妆师，我觉得可以给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人的审美或者所有人的回忆留下浓墨重彩一笔的一种方式。化妆师，他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有不同的社会身份。我们更想给这些兢兢业业在化妆这个赛道已经有这么多年经验的人，还是想给他们更多机会去展示。凌云考核间39号手艺人、11号手艺人、75号手艺人通过考核。凌云考核间目前已晋级4人。所有考核间累计晋级14人，剩余34个名额。名额越来越少了，那抓紧了，你越来越严格了。请23号手艺人前往张雨绮考核间。我来了，老师。大家好，我是清风婉晶晶，我从事化妆师已经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了。我在好莱坞做影视人物特效，那么这次来参加节目，我就是希望能让世界看看我们中国特效化妆师的力量。当我听到陈美珍老师来的时候，其他的3个老师的赛道我就没想，我一定要选择他这个赛道，一定要听听他对我这个特效化妆的这个想法。老师们好，我是清风婉晶晶，我是一名在好莱坞打工的中国特效化妆师。然后这边有一个作品介绍妆容设计，希望能给老师看一下。好了，谢谢，谢谢老师，谢谢。哦，这次我做的妆容呢是《西游记》的一个人物造型。哦，他叫奔波霸。这叫什么？他叫什么？奔波霸。我怎么没记得？奔波霸是什么呀？奔波霸，驸马，你去吧。唐僧师徒除掉我，《西游记》也是我一直认为的中国特效化妆的天花板，然后现在也难以超越，所以我就想这次能用一个致敬和二创的方式做一个这个我心中想要他这种奔波霸的感觉。哦，那我们揭晓一下美丽时刻。你别害羞，我现在就得看着你。开始细节。对，他这个得经得起镜头拍，因为他毕竟是一个对吧特效化妆。自己心里很慌那个时候。我就很怕我的妆就不太符合老师的期待，因为我这个影视妆我其实就是奔着陈美珍老师去的。你的水准已经进入了2026年的水准，对啊，这一点无可厚非。它的粘贴啊我都拍过了，所有地儿就眼角一点点穿帮，其他的严丝合缝。它已经是一个专业级的一个水准。我后边要拍一个大戏，我可以邀请你。哦，这个太好了，我太期待了，老师，太期待了，真的。哎，就是我能问你个问题，就是你能把我画成另外一个人吗？非常轻松，老师，我画成孟佳，画成孟佳，我去蹦迪。可以。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选择这个节目？ 非常巧妙的机遇吧，这一次呢也是想跟国内稍微交流一下。我自己是非常想做一个桥梁，就是把好莱坞的技术能尽量的多往国内带一带，以我自己的这种微薄的力量帮助一些我们的电影人，然后去看到更好的技术。棒棒！什么毫无保留的，全交给那个国内的人啊！没问题。 来吧，陈老师，这个您给，这您都已经有戏约，都已经约上了，必须呀！哎，太高兴了，太高兴了，谢谢，好的，谢谢，特别开心，就是老师给了我肯定，然后呢，我也是真的是非常希望自己能做到这个桥梁，希望能把这个特效化妆的这个行业啊做得越来越好，也能在好莱坞闯出一片天。没错，对。 就让他们看看我们中国的东西有多好，就是这意思。张雨绮考核间23号手艺人通过考核。哇，还有波霸，多漂亮啊！它是这个假皮跟皮肤贴合的，没有棱，就真的非常厉害啊！请42号手艺人前往张雨绮考核间。啊，好紧张啊！我天哪！ 不要停！人家非要停！心意到了！老师们好，我叫费耀婷，我是短剧演员。我是短剧化妆师费耀婷，然后目前定居在横店这边，从事剧组化妆师已经4年了。哎。 请自我介绍，并且阐述作品。各位老师们好，老师好，陈老师好，我是，别紧张，没事儿。我来自横店，然后我是一名短剧剧组化妆师，我叫费耀婷，狒狒，然后今年24岁，然后我参与过很多的短剧妆造，老师们你们看，哦，一个人，64部。 这一半都是爆款哦，真的好，先找你了。然后今天我带来的造型就是我这个简历里面亿万家产继承者中的女2的妆造。然后这个戏就是一个男女主小时候被绑架了，然后是女主救了男主，但是男主错认救他的人就是女2嘛，因为女2她是一个就是爱慕虚荣、打扮精致，然后想获取男主的芳心。今天我给这个女2带来了一个造型。 就由我们来揭晓美丽时刻。Forget about it. Got you running in circles. 妆还是很精致的，然后作为一个剧组的妆来看，角色的人物感是在这个里面的。他一出来的时候，他这个表情，他就是这样。我得帮他就是加持，我得稍微装一下。做一些这样的，很符合角色。你继续。啊，好，那我开始演了。是他演的吗？对，是他演的。我有可能看过。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我有一阶段真迷上短剧了，我到现在手机里还有，就是竖屏的短剧，我觉得特别开心。我是不仅看，我是消费力肯定排在前3的那种人。我问一下啊，你这拍一部剧大概你要待多长时间？一个周期的话大概是7到10天。7到10天是每天都在化妆吗？对，是的，每天都在化。很累吧？很累，因为短剧真的是很辛苦。基本上短剧的话，因为周期短。 他的工作量也非常大，我们每天都是3、4点就要开始出妆了，然后一直出到晚上。我觉得拍过最辛苦的一部短剧就是从早上4点钟到第二天早上8点，连续干活了28个小时，就是大通宵，真的很辛苦，让我印象特别深。因为其实我高中毕业就出社会工作了，然后一直到至今，就是这是已经是第7年了。确实也是因为化妆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也想努力被更多人看到，想认可我，至少是在短剧这个圈子是让制片、导演能够喜欢到我的。我一直在努力，能够去进一步提高自己，也希望能来这个节目学到更多的东西。对，但就是短剧是短剧，但是今天化妆是化妆，所以我是觉得它非常的好，在人物里面，在这个状态里面，包括你俩今天出现在我眼前是一个完整的组合。它至少从头到尾对对是统一的，但是你知道今天是一个妆造比，就是比赛。 你今天带这个妆来，在100个选手中怎么突出你自己呢？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就是一个打底的一个流程。我基本上可以到晚上坚持都不用补妆的，就底妆可以很牢。哇，对，你是给多大年纪的女演员化的这个妆，可以不用补妆？对呀、啊，你给我试试，下一次。那我习惯性是先把就是眼妆和眉毛先给画了，然后之后再去上底。 对，这样的话可以保证你整体妆面是干净。这也是一个挺基本的操作。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让我看到这个妆，我问我凭什么，有什么理由把你留下来？哎，我认为应该有一个理由啊！我首先先说一个理由，短剧它是一种新的东西，就像一开始人们做网剧都不爱做一样。是的。那么现在我就觉得用它来代表一下短剧的这样的一个 层面的一个化妆师，让他呢更加增加他的信心，然后呢再出的短剧里不能那么糙，有些短剧是真的糙，所以说用你作为一个代表去，尽可能的改善一下整个短剧的造型，就是像更一次就是再展示自己的机会，以表达对短剧工作者的一种致敬，好吗？谢谢各位老师，支持，谢谢，我给。 你可以，下次的主题可以大胆一点，好的，加油，大胆。谢谢张老师，谢谢老师。可能短剧化妆师是会被那些大戏的化妆师会瞧不起，可能像我长期对短剧这一块的话，就是很难有接大戏的这一块资源。陈明真老师，我特别感谢他，他能够支持我，就是给我这一票嘛，我真的很特别高兴，得到他的认可了。我觉得我要加油，下一次在导师间的时候，我会更自信去展现自己。 包括展现我的作品。张雨绮考核间42号手艺人通过考核。好，这是那个费老师，这是费老师的。哦，费老师牛啊！费老师牛啊！牛啊牛啊！费老师，小费老师都很厉害。嗯，我来凑数的。请36号手艺人前往林云考核间。我，难怪等一下，加油！等一下，怎么办？ 不去了，请36号手艺人前往林云考核间。我，等一下，加油！等一下，怎么办？我叫王梦瑶，化妆师这个行业对于我来说，就是引领大家变美，让所有女孩子更美、更自信，由内而外蜕变，拒绝容貌焦虑的一个行业。我希望大家都自信起来。然后我做了2个人形立牌来阐述一下我们的容貌焦虑，比如说我闺蜜，她1.68米的身高，她的素颜长这个样子。 其实她的脸不大，她只是脸圆，但她在她自己的眼里是这个样子，3头身。啊，理解。所以我今天妆容的概念就是说，我希望所有容貌焦虑、觉得自己阔面、脸大、不会化妆的女生，我觉得可以直接照抄我的作业，就是这样。期待。全球正品美妆随时中缅日上，让我们一起见证中缅日上美丽时刻。哇！ 我觉得你们俩很像孪生姐妹啊！对，他们很多人都这么说。因为我的思路是减少面部留白，把五官画大。然后我觉得我闺蜜的眼睛是圆圆的，那我就加重她的眼睛，然后从假睫毛方面，从横向、纵向都会给她放大。然后鼻子，我们2个都是塌鼻梁，所以我会着重在山根做点缀。然后眉毛呢，我会给它延长一些，然后视觉上就是显得倒三角。然后嘴唇我也没有给它进行太大刻画，是偏裸色，然后偏 透面就是镜面的这种感觉，然后也不让睡中心下移，因为我们2个都是只要是破面脸，把那个口红加重的话，就会显得睡中心一下掉下来了脸，然后所以就是我整个就是这样一个思路，说的很好。粉粉的仙女，对。我其实经常刷那种博主，就都能看到就是这种很可爱的这种妆容，然后特别的出片儿，嗯。 我觉得就是他们找到了，就是很适合自己的妆容。我挺矛盾的。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单从它的化妆处理上，我能看出它还是有一定的化妆功底的这个优点。但我觉得这个妆让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进入了一个模板时代。等你俩转身走出去以后，我发现你俩是一个人吗？我有点担心，就是说大家都会为了所谓美的标准去画一种风格的妆，然后这种妆就会被固定。固定以后呢，其实你会发现所有人都好像长成了一个样子。我觉得就失去了化妆，回归我们自己本身美的那个特质。我们在当那个演员化妆师这个工作里面，我时刻提醒自己，就是说我千万不要把这个艺人画得像那个艺人，就是差异化和特色，有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化妆师要去发掘、保留并放大的。但这种妆让我为什么很难评？就是你说它技术好吧，它也不错，但是你说从化妆的目的和设计的原理来讲，它解决了他刚才说的那些问题，但是对于我来讲，我觉得我忘了他是谁。特别专业分析的。林宇，你的感受呢？我的感受就是他们开心就好，包括你自己化妆也是开心，开心就好，就觉得哇，魔镜魔镜，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就这种感觉，就是啊，我今天化妆我开心了。但是从今天的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是选择一个更会化妆，今天能够影响大家审美和化妆的这种手艺人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有点担忧的。那我们还是老方式，那就1、2、3。好，我觉得你们俩可以现在互通一下有无，在纸上写一写，看一下能不能过那个分儿。哦，嗯，你觉得呢？那我们还是老方式，那就1、2、3，通过。谢老师，哎，怎么旁边这么热闹？旁边发生了什么？突然之间，怎么会有如此的尖叫声？是谁说服了谁？还是也没有说服吧，就是他说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话题值得讨论嘛。我觉得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更多的还是讨论美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的技术是可以支撑他的，那他的审美是可以随着年龄的增长去丰富和变化的，所以我更希望给他这个机会。凌云考核间36号手艺人通过考核。瑶瑶的模特长得和瑶瑶一样，给她找了个双胞胎妹妹。请50号手艺人前往孟家考核间。我叫水月，是一个业余的 rapper。不要小看我的态度，我会让你们纷纷都哭。哎。首先来先打个招呼，我来自0352，我身上有一点小包袱，可能还有1.2。我们来谈谈我的作品叫《自由》，也代表了我的理想耶。因为你现在是相对来讲堆砌式的，你是把所有东西集中，一直是累加起来的这种。那我觉得在化妆的时候，你可以尝试一些减法，就画到点到为止。我觉得这个主题就突出了。谢谢，希望你加油。三位老师好，我是艾辰，我带来的是一个女团妆。嗨，老师。哦，你好。今天想的是做一个女团妆，同时可能是更加偏向签售这种场景的。老师，我也可以带来一段长跳。You can get to me, 'cause I don't get it。煽风点火，烧开煽风点火。等一下，你唱的到底是哪一首歌？煽风点火。哦，后面听出来了。谢谢你替我打歌，感恩的心。没有，这个没有时长限定，可以多唱一点。没有版权限定。谢谢。就是还是整体就是很清透。腮红是在苹果肌的正中间，它有缩短它的中庭的那种感觉，很干净清秀的。嗯，是比较看起来就是有女团化妆的这种基本的点。OK， 我们就让你通过。OK， 那来领取你的彩色的荣耀。恭喜艾诚！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又通过一个。孟佳考核间已晋级6人，所有考核间累计晋级18人，剩余30个名额。我更紧张。哎，我感觉还有好多人没去，我现在好紧张啊。就是现在是第四组，好像进度会更慢一点。前面2组真的好快啊。全在中央厅组一会儿。感觉。 周老师的标准很严苛呀，主要是中央青的人太多了，那边也有。对啊，中央青这么难，我是没想到选他人这么多。我也是。他多低调，在台上。李东田老师吧，我觉得他今天他一点都没吸引我，说实话啊。这样子吗？反而陈敏正和谁呢？春楠吸引我了。哦。 完了，你看，再拍了。没事，妈呀，都录住了。你可带着妈呀，谨言慎行。我爱我们的所有老师。我跟他们不是很熟。哇，老师，我终于碰到了一个就是懂喷枪的，我的喷枪喷不出来了，你能帮我一下吗？你拿我的信用卡。哇，太感谢了，谢谢。 他有好多喷枪，这个比赛太有爱了。3号选手，我一看他就是喷枪很资深的老师，他的那个作品也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有一种油画的那种质感，就是纯纯艺术家。这个真好看，我的天！我好喜欢这个。3号老师的作品太震惊了，因为我自己喜欢创意妆，我也会画那种就是油彩类的东西，我特别喜欢那位老师的风格，爱疯了。 请3号手艺人前往周扬青考核间。Hello， 我叫秦云，我来自上海，目前在上海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主要是做化妆和影视类的拍摄。在6年前就遇到了我的法国的老师 Damien Dufresne， 他完全颠覆了我对化妆的认知。在我的认知里面，一直觉得化妆只是把人画漂亮这件事情。 看到他的作品之后，我就觉得啊，原来化妆的上限可以这么高，就一直跟着他去学习，并且制作这个艺术类的彩妆。老师好，你好，哎，你好，你好，哦，这是你的书吗？对，啊，可以放到桌子上，没关系，对。哇哦，我是已经出过书，感觉有分量的一本，哎，这里面都是你的。 彩妆作品，对我们团队的彩妆作品啊，你们团队的。我是一个用彩妆艺术家标准要求自己的化妆师。今天呢，所带来的作品是佳师研究并且精进了40余年的技术，然后请欣赏我们的作品。精进了40余年，那陈老师准备好了吗？哦、好期待、啊！来，我们来看一下精进了40年的化妆。 作品呢是融合了中国的5行色彩，以色彩和色彩之间的生生相惜，并且颜色和颜色之间并不会相互的干扰，去让它有这种意而上的感觉。今天我们可能看到的颜色会比较的丰富，然后它给到我们的这个色彩冲击力也会相对的更强一些。 我也要凑近看一看，真的，这个妆容真的是，你这上面是用的是什么？是专业的化妆的，对，它是专业的水彩颜料。春楠老师想要上手了已经。这水彩的好处是就会干，很快的它就会干，然后干了之后呢，它会有那个很好的皲裂的效果。今天我们这个妆会随着时间的变化，那把这个时间的概念也会留在这个脸上。那为什么会想到用人体作为底料画布来画彩，就是油画？因为我们的本职其实是化妆师嘛，我们的载体其实就是人，人的脸、人的身体、人的每一个部分都可以用于作为我们的这个载体去运作它。其实，在国际上。 很难看到，就是中国的化妆师去大放异彩的，就有这个使命感吧。就是我们要去做一些创新的东西，让世界去认识到，原来我们其实也可以做很厉害的东西。近距离的看到他的这个妆的时候，我们俩就同时都被惊艳到了，很具有艺术性，而且他做了很多我们中国的一些水墨画的一些运用，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他真的是这个手艺人里面的一个特别的存在。 我觉得你简直是个艺术家哎！你们这个团队，就是好几个东西我都觉得特别好看，我都很少见到这个东西，真的要让更多的人见到。他特地说我不是艺术家，我是一个化妆师，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为什么？因为你明明就是一个艺术家。因为在我的本职工作上面，我只是个化妆师，我只是把化妆这件事做到了我觉得更好的方式去呈现给大家。嗯。 你看，他就把书法就结合在一起，我觉得就非常的高级，看着非常好。我很喜欢这种国画。对，啊，我鸡皮疙瘩起来了。我刚刚看到的时候，我也起鸡皮疙瘩。它也超越了我们平时的范畴的那个认知的化妆。其实我觉得化妆就是应该是这样多种多样的，它不能只是一种形式。我觉得你在这个领域里面做的已经是很厉害了。谢谢，我当时看到你出来之后，我说嗯。 哇哦！ Wow, 我要选你们，这个是为了您而来的，太感动了。Pass 这个徽章应该是您给他搬出去。我觉得你一定要坚持做自己。那我把这个徽章颁给你。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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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特动了半天，辛苦了。哇，你这个卸要卸很久吧？不用，它其实遇到水就化了。对，遇到水就化了。对，它不会伤害皮肤。恭喜秦云，恭喜，谢谢，谢谢。 得到了周扬青老师和孙楠老师的认可，很兴奋，但也在意料之中。第二轮你会带来一款怎么样的妆容？还是在中国的五行里面的一个元素。对，毕加索先生他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为什么中国人喜欢来法国学艺术？但其实全世界最好的艺术家在中国。然后他认识一个。 画家叫齐白石，对他画了那个虾，但是他没有用一滴水，但是他的画里面看的全是水，啊，对，就暴露这么多。我觉得我非常赞同他这一点，就化妆不完全就是让你看起来变得好看，其实我觉得更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可以让你看到了这个生命的另外一种的呈现，通过妆容之后，你再做一些什么国风的彩妆什么，可以跟他们合作哎。我就是这么想的。 太棒了，我们太棒了，太棒了！你看春老师刚刚说的这些时候，都眼睛发光了，真的。周扬青考核间3号手艺人通过考核。但是今天真的就是高手，全都是高手。哇啊，这个作品好酷啊！天哪！哇，这个好好看。张雨绮考核间晋级5人。 林允考核间晋级5人，孟佳考核间晋级6人，周扬青考核间晋级3人，所有考核间累计晋级19人，剩余29个名额。哦，这个哇塞吧，好看的，很多年没有看到过这样精彩的画面出现了，这个有惊到我，它像一个雕刻品一样很完美。哇哦 ，amazing！ 原来网络上看到的爆改的感觉是这种感觉哦。上乘之作，画出了一定的境界了。来吧，马票赶紧拿走，你拿走吧，你快别让它在这儿。晋级太多了。 我就跟你说吧，你整个人做这东西太矮板。我坦白的说，我觉得你不适合。让我会觉得有点特别的。微博搜索“手艺人大会”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微博网友们一起边看边聊。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Z 世界、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观看更多精彩内容。麻了，我已经轮不到我一点。我对不起这些孩子。怎么着也得看一眼吧。回家吧。打道回府，我眉笔我轮空了。们我太不舒服了。后面人不看我真的会活着。